T-shirts， 怀疑的怀疑论，丝儿丝干什么呢？小熊，笑得那么开心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发生呀？要期末考试了呀，你清醒一点吧。没有关系，我去了图书馆。母语健康课程，体育课，回来了。是以身体锻炼为主要手段。芬芬。别管他，他已经魔怔了。什么情况？又疯了一个。没事，小熊不怕啊。哎，对了，小熊，你有没有买回家的票呀？怎么了？我忘了。这种人生大事你怎么能忘呢？赶紧买票，没了，快点买票。我怎么忘了？一场硬仗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文山，你给我闭嘴啊！你要再瞎说，我就拿你祭天！哎哎哎，准备准备，开始了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！哎哎，我怎么还没点进去就没了呢？琴弦桌下都缩乒乓球拍，我靠，这什么抽象画？这个没了，这个也没了。哎，你们抢到票了没？完蛋了！难道我们只能坐绿皮火车回家了吗？文山，都怪你，怪你！喂，妈。车车，妈妈给你买了机票，早点回来呀，想死我大宝贝儿子了。嗯，你连机票都买了？是啊，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？说，想吃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妈怀有点事，我待会儿再打给你，好吧？好的好的，那你先忙。拜拜。喂，喂，你怎么回去啊？有没有抢到票？坐绿皮火车回去也挺好的。我没有抢到票。绿皮火车，风景优美。哦，我正好也没有抢到票。那不如我们就一起什么？现场严酷的。你跟我们，那怎么办嘛？严苛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啊？哦，我喜欢坐绿皮火车，多好啊！他喜欢。好好，拜拜。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你喜欢绿皮火车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就喜欢。真好，我就喜欢坐绿皮火车回去呢。我也喜欢绿皮火车。我们一起坐绿皮火车回家吧。让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过一下，过一下，快，哇，哇，快！哎，你们先坐，我帮你们放行李。好，哎，好，啊，坐吧，啊，还有个包。这一趟下来，我在健身房上一节课累多了。能回家就不错了，差点绿皮都坐不上了。瓜子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哎呦，再来布置一个垃圾纸袋，哇！哎，等等等等，先拍一张照片，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。快快快，拍张照片。严哥，你要一起吗？好。一二三。哎呀，小聪，不是车抖，车抖不能怪我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一二三，哎，这个可不行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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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好看，好看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待会儿放你，待会儿放你，好。那这还有水果。哎，那你们中午吃这么多东西，够腹肌撑平了怎么办？你还有腹肌呢？哼，八块呢。我看是一大块吧。我可是健身房老板，要肥抵不了我的身材。来挣钱呢。这好像这样，这是你。谢谢。